一张面皮给我。我无记者的面皮咧，本人咧。有啦，你有印啦。我无印记者面皮。你网络查对啊。对啊，我网络查对，但是我无印记。你是台湾人民共和国的啦。我唔是。是啦。你哪那有白讲话？你讲台湾民政府迄个啦。啊，那是人民共和国吗？嗯。那是人民共和国吗？以后啊。以后吗？啊，你哪有白讲话？台湾民政府。对啊，你哪会讲人民共和国？我们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吗？啊，你是人嘛是狗，啊嘛是牛，敢有同款吗？那黑白讲话，我拢无讲啥，你就安尼黑白讲，黑白讲。啊，你安尼以后你要讲啥，人无要来听，你袂感觉足可悲吗？其实出侪人捌你呢，你毋知？我是讲，我捌看过你啊。捌看过我，啊人我无表示我安怎，啊结果你哩甲我讲我安怎，搞做。你讲你记者，你一个就讲记者，你摕名片我看。我唔是记者的名片，我记者我无咧发名片予人诶。我听你的声音，我就知影。哦，安尼你记忆总好个呢。你伫梦书袋遐摕一张迄落号啊，我袂记住你啊。伫迄落啊，图书馆遐啦。去图书馆，台东梦时代甲图书馆无共所在呢。你着摕一张名片，互我讲你是啥物啥物啥物，我着认识你个。我袂认识你啊！啊，所以你是专门来参加这种活动呀？刚开幕的时候那一天呢、啊？哦，所以你参加做假币参加这种活动吗？我，你放心啦、啊。嗯哼，我不会乱说话。哦。啊！头拄仔你讲什么人咧排队安怎样？因为另一个团体吼、啊。唔是啊，因为我看你伫咧甲因讲啊，讲什么排队的代志啦。是啊，我是讲另一个团体啊。你莫讲伊我遮啦，我根本就无讲啥，是拢你一直咧讲，你毋知。我伫甲讲我是记者，要记录尔。我看你是一直甲因反映，但是无人要插你。你来提。迄中华民国的记者证，来，中华民国的记者证，来，一只，歹势。在这。我唔捌你啊！你头拄唔是讲你捌我吗？头拄你唔是讲你捌我吗？还有啥？哦。记者是啥？哦。要紧啊！你讲啊，做你讲啊。记者嘛，只有规矩个。哦，啥物规矩？